七夕到了，今天一起画一颗爱心吧，来表达你心目中关于爱的样子，或者是你感受到爱的样子。你可以找一个安静或专注的时间一个人进行，也可以邀请你的爱人或者朋友进行创作。首先，你只需要选择一张白纸和喜欢的画笔，选择一个在你心中代表爱的颜色，在纸上画出爱心的形状。你可以将爱心的内部划分出多个区域，跟随自己的直觉，随心所欲地去划分，也可以在思考后再进行设置。接着，你可以开始创作里面的每一部分内容，为它们填上合适的颜色。每一种颜色可以代表一种你关于爱的理解，爱的特征，或者是你期待和恋人一起完成的事情，对方的性格，也可能是说在爱情中你很在意的一些事情。去表达任何你想表达的部分。在涂完颜色之后，你可以拿出中性笔，在每一个部分旁边写下你对这个区域代表的含义。在独自完成后，你可以去观察自我的感受和想法，也可以和你的爱人朋友们一起进行分享，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，去深深地连接自我，让整个心情变得充盈而美好。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更勇敢地享受爱意，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心。